行了，差点事儿。嗯，好了。拉链在里边拉吗？嗯，掉了。里边多大？哦。啊，它这后面有轮子吗？没有啊，他就按轮子，他这个，我去，幸好来看了看。他这是两个人穿的，一个人穿的。他妈都是两个人。后面有脚吗？能露出来脚吗？后面那个。没有。后面也是一个人。啊。不行的话，给他两个轮儿吧，让他自己回去安吧。后面人没上人。能上人吗？之前是两个轮子。后面他在进屋里人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没东西啊。有，他是没东西的。后面那放铁的，里面都有。啊，行，不行的话，给他什么？给他再加个轮子吧，让他自己回家安。没起来吗？头脚没起来啊，往上抬抬了哈。哎，气儿拧了，鼻子拧了，哎，拧不过来了。行，你怎么了？没气儿了？什么声音？你站的位置不对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感觉怎么感觉一直在往前倾啊？好了，你走两步吧，王师傅。你走往前走两步吧。啊，我转，先转一圈吧。我先往拍拍里边哈。好，你走两步吧，王师傅。好，转个圈吧。好了。